不是我想了让姑奶带的、啊，那是那个王正堂了。王正堂说，刚好我跟阿姑两个就是打名山，那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桥段，也当作一种趣味，很感动了，算是929引退赛的一个热身。其实有很多话想讲，上去之后有点忘记，也不知道讲什么。非常感谢联盟这样的一个精心安排的，可能穿上中华队的球衣会比较压力比较大，那有一点紧张成分比较多了。那我觉得联盟办这样的一个比赛，也是让提早准备，说有这样的压力。那相信经过这一场之后，希望他们能够有把这个心理层面准备好。很开心的，因为又跟可以有机会再跟他们打一起打球。那还有王建民也在对面，在2013年之后就大家没有同队过，多少会有一些想法，但是自己准备好了。因为每个人都会走到这条路，还是在准备接下来的一些这段路。跟神拜一起打了10年的球，跟安姑也打了10年的球，一天将一天过会有点感伤，虽然有点不舍，但是这是一个球员后面一定会走到的，对呀、啊，也辛苦他们。在这边跟恰哥说，15年真的很不简单，史无前例。就很开心啊，就好像我们那时候2013经典赛大家的那个凝聚力的感觉。辛苦的啦，我们都一起参与最后一次的明星赛，那我们想法都是一样，真的很谢谢球迷。如果没有球迷，那我们有可能也就是没有这个机会。也谢谢恰哥在台湾棒球的贡献。